你都唔使問啦，都檢查到啦，依度咧唔係話唔俾你做呢啲，你哋做呢啲，我哋都支持。我哋支持啦，都係全部放喺台。我哋都支持。但係咧，你而家近居民近啊，近居民近啊，唔應該做呢啲嘢，知唔知啊？好影我相，唔該。你唔使管嘅，唔緊要。係啊，你近居民太近，你收到呢啲人，睇下管就唔向做。你收到嚟啲人冇用噶，聽日又唔知傳到俾邊個啦，啱唔啱啊？你今日你收咗呢啲人。 聽日又傳俾邊個？即係揾嚟搞。你呢個政府就揾嚟搞。你呢個居，你而家咧，你近居民近咧就係唔啱嘅，係唔合情合理嘅。點解城鄉港咁多空嘅地方你唔去揾咧？呢個近居民咁近，你先嚟呢度，唔好影我相，唔該你。所以咧，你就又要咩嘅？要再即係咧同政府反映啊！你咁樣唔得嘅。 你揾嚟搞，你帶款嘅咧，你自咗呢班人又遞批人又惹到，住呢班人又惹遞批人，啱唔啱啊？你近居民近咧，你近居民近咧都冇所謂。呢邊棟樓啊？係啊，我哋都呢棟樓嘅。呢棟樓。係啊。你唔應該啊。喺度管又新嘅。我而家試過同你。依家偷得空嘅全部喺曬呢度出嚟，我知道。差嘅全部都開窗門啊！咁俾人間街市一隔離，次次都試過罰埋。 呢個住得㗎，等下唔得啦。出曬去我屋企啦，等下唔得啦。你哋咁做嘢，不正。佢哋係記者，你有咩就我反應。佢好翻冇菌㗎，唔緊要，唔帶病毒㗎。你喺呢度，一定有病毒㗎，一定有病毒。呢個冇病毒㗎，我歡迎，但呢個病毒都盡可以擺喺呢度嘛。因為係自家嚟㗎，呢啲係居民自家嚟。呢個太密集啊！如果你空曠容，我哋唔會反。三廠居民都有意見。 可以唔可以覆佢下？覺得有幾可得，覺得有錢。人哋買菜又買唔好，食住又食唔到。點解到幾時？咁你個身體又周圍過放蕩，冇得有。我哋企
我哋企埋少少。真唔得噶嘛，你哋。屋企住幾多人啊，先生？我哋依家細路翻咗大陸，唔敢喺度。嗯。依家住兩公婆。而家住兩公婆，但係就要對正。係啊，佢嗰日抽出嚟都係我知道。抽嘅係全部啦，啲牙民議員仲呃我哋。又話又話。第二個問題想問翻，即係 operate 嗰方面啦，即係其實之前都有講過話，即係。啲體育館空咗嘅可以徵用嚟做教育設施，但係就話即係可能啲換氣量啊嗰啲咧就未係好得咁樣，即係嗰個感染控制未必做得好，但係即係點解最後會揀咗呢一度，然後嗰個感染控制點樣確保到真係做得好換氣咧？點樣可以令到附近嘅居民安心咧？我幫你講一講。嗱，呢個咧其實咧就係、是、嗱感染控制嗰啲咧，其實就衞生署咧係有佢哋自己感染控制處 infection control branch 喺呢一個嘅 CHP 底下咧。他們是有一班很專業的醫生其實、都會是做完所有的評估了亦都是機電工程署我相信亦都是工程師亦都來看過所有的通風設施、我可以告訴你剛才大家都看到我都在門口都等了一會兒他才可以入得到其實他的感染控制是做得真的非常之高規格我入到去我看得到亦都是看得到他的設施是達標的咁亦都我諗你會係即係會好深刻咧，就係佢哋嗰個清潔咧，亦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即係我諗入到去咧，第一個感覺就係話其實你乜嘢都聞到，淨係聞到1:49嘅漂白水嘅味嘅啫。咁啊，所以就所有嘅走廊啊、換衫嘅地方啊，全部呢啲都合規格。咁所以呢個我諗大家放心。對於你話會唔會係影響得到喺場館以外嘅？因為污水的處理啊，或者佢嗰個排發空氣嗰啲處理咧，全部呢啲咧都應該係喺呢一個衞生署佢哋感染控制處裏邊咧係已經做過曬評估。咁呢一方面咧，我係有信心嘅。但係如果你詳情你要問翻佢，有冇話即係加咗啲咩設備喺裏面？即係你要問翻，你問翻你430問翻衞生署先，明白？好唔好？剩低咁多個工作人員同埋屋企佢哋屋企人一間，咁但係作為你政府顧問咧，建議特首或者係其他官員喺場面見記者嘅時候戴口罩。我想这个比较政治的问题呢我相信其实政府都答过很多次了我都正如我说我是已经离开了这个政府10年了所以这个我留回政府答了好不好麻烦多谢你们想问梁教授的你觉得呢在这个人烟咁密集的居民区入边设立这个隔离中心咁体育馆门口呢隔离又是街市你觉得这个选址合不合适呢我可以告訴你其實我都行了一段時間才去到我們所謂的 dirty zone 它一路的 clean zone 呢是要我剛才自己這樣走都搭了兩層一點行了3分鐘才到個 clean zone 所以呢是我可以告訴你感染控制是做得非常到位所以這個不用擔心好嗎？謝謝 thank you